人包完杨洋包，杨洋包完汪苏泷包、啊，三个人都艾特我，迪哥你呢？迪哥你呢？我就把那张图存下来，用 P 图软件把范丞丞的名字 P 成我自己的名字，我也包场了，就搞笑嘛。然后贾玲姐扫码一进界面，范丞丞进去包场，我不是真的不包场啊，但是就是幽默，他们逼的，对，幽默包场。我看我还有，就是上班已经开始开核桃了，哎，有一个方法可以开核桃。现在思成拿出去塑料袋，要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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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核桃，开核桃，开核桃，开核桃了。哇，老姐开了。我一直觉得我们家那些灶具也是有问题。我其实一直想给他更新家里好的灶具，他就是不用。我们家电饭锅到哪种程度？电饭锅正常关上以后会有个咔的声音嘛？啊，没有咔了。我就不确定关没关上、啊、我给他买了新的电饭锅嘛、哦、在家里放了两年了，他说以前的还能用，新的都变成旧的了。给他买了那个洗碗机，直接变成碗柜了，用所有东西在洗碗机里，所有东西在里面。我们家买了新房子不是有浴缸吗、啊、没有人泡过澡，浴缸里面的杂物都堆到天花板了。这么震撼，下面的东西这辈子都拿不到了。哎，你们经没经历过，就是你回家你整理东西，然后你觉得有一堆东西你不用了，你就给它丢掉了，然后第二天发现你妈又给捡回来了。对，出现在我们家里。对，今天早上还发生，我要扔一双袜子，因为我那个鞋掉色、啊、然后那袜子就染色也洗不掉嘛，穿出去就难看嘛、啊、我就丢到垃圾桶里了、啊、我妈说干嘛，你给他拿出来，我说都已经染成这样了你也穿不了了呀、啊、他说不行，洗洗给我外公穿。就是因为我们节省跟家长节省不是一个方式，但是他以为的节省又容易被人忽悠，他买了个东西我都炸了，我都炸了。艾灸仪，艾灸仪多少钱你觉得？200多吗？艾灸仪一般一两百左右吗？9999。9999啊，为什么这么贵？我那天想把桌子整个洗了。开始开始开始啊，什么表情？现在他什么表情？在磨刀啊！而且那个人亲自送到了我们家里面，我妈都尴尬了，骑虎难下。他给我爸说1000多，啊，9000多太夸张了，是不是被人忽悠了？是的，这绝对。就我觉得我自己的省钱也跟我妈妈有关系。你是不是会记账？记了好多年，我大概2014年就开始记。你看，包场贾玲姐电影4750元。啊、嗯。包场支持黄明昊9000多，为什么贾玲姐4000多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有个节目有个群，范丞丞先包场了，有个新电影就差你了，就一张图，那个图片上写着范丞丞请您看电影什么什么，穿过什么来看你，就当时那部电影嘛。范丞丞包完杨洋包，杨洋包完汪苏泷包，三个人都艾特我，迪哥你呢？迪哥你呢？我就把那张图存下来，用 P 图软件把范丞丞的名字 P 成我自己的名字，我也包场了，就搞笑嘛。然后贾玲姐扫码一进界面，范丞丞进去包场。我不是真的不包场啊，但是就是幽默，他们逼的，对，幽默包场。我看我还有记啥，吃粉韩哥沈梦辰72，72也要记。花了钱，我车上没事干，我想哎，因为我记个账，我记个账、啊，拿下你的面罩。在你眼前现在有4道菜，分别出自4个迪妈。天哪，长相像这个就不是我妈妈做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核桃太大了吧，我小时候还是小朋友呢，核桃要捣碎跟蛋搅到一起，这个一定不是，而且我妈妈的水分没这么重。哦，我妈妈基本上会做成一个像派一样的东西，而且今天这个做的好奇怪哈，它都没倒，没倒，而且是把这核桃特意搁在一边。对呀、啊，干嘛呢？就有点摆盘的感觉。我妈妈不至于这样子吧？是不是厨师都受不了核桃捣碎跟蛋在一起，但就绝对不有那么三分傲骨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做菜洁癖哈。嗯，来看看这个麻婆豆腐。这麻婆豆腐刚才我闻到巨香。你看这个撒的那个花椒粉吧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家常豆腐，真的没撒过这么多花椒粉，因为这真的不像我妈妈做的。我妈妈不是最后弄葱，我妈妈是葱在一起炒，炒的葱都发黑。现在2个菜了啊，杨迪都说不是了。这个饺子团挺像的。
这个汤底不是我妈妈做的，这个搅团不是，都不是。那你很像蛋总没第一期来的时候，他也是说什么都不是。我妈妈切辣椒不是那么切的。嗯，是不是这个环节比想象中的难很多？很难，但是我这三个灯绝对不是我的妈妈。那那个是吗？那就剩那个了。这酥肉也不是。这个酥肉真像我妈妈做的。哎呀，那这个有可能是酥肉。真的觉得这个是我妈妈做的。我想尝尝味道了。你先吃一下、这个。这个做的挺好的。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好吃吗？这个根本就是一道甜品了，好好吃。这个太好吃了，绝对不是我妈做的。哎，有我焦糖味。对，它有焦糖味。我妈怎么能做出焦糖啊？这个是西餐得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才能做出来的？有没有可能超常发挥了？今天妈能做出焦糖，就是因为你不在，学会了很多该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，这绝对不是。它刚才上面那个脆皮，那个焦糖好吃的爆。你现在有一种眼睛发光那种，你觉得妈妈看见会开心吗？我妈在干嘛？妈妈微笑微笑。这个绝对有做甜品的经验。她给予了鸡蛋，回到跟这个。这个菜很高的评价，我心里真的挺高兴挺自豪的，我觉得那肯定是我做的好。这麻婆豆腐肯定挺好吃啊，这看着不错，刚闻着特别香，一吃有焦糖，哇，每道菜都有焦糖。哇哇，味道开始像我妈妈做的了。这个吃起来像，因为里面不入味儿，有点像我妈妈做的。突然心情一下很差，童年的回忆回来了。这个就有点像我妈做的，真的像。这个是最像阿姨做的，是吧？真的是。这个长相最像，看它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像吗？已经很接近了，但是好像不是我妈做的。差哪里？哪里不对？就是味儿更重了一点。她想要往我妈妈那个方向调，但是她内心调味很会调味的那个基因是藏不住的啊，就是她拽不回去。她调味调的真挺好的，就长相复刻的很成功，可能味道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这两个反正都有可能出自我妈妈之手，我觉得。哦，那你吃这个呀，试试这个。这一定不是我妈妈做的。怎么讲？这个油泼辣子，那个我们那儿是辣椒没这么多啊，没有那么密。然后这个刀工切的挺好的，这个辣椒圈能看出来不是。而且我妈妈不会把腊肉切成长条，它是块，它是真的块，正方形的丁。正方形长这样。你妈做饭舍得放油吗？大油、重油，还有前一天的油都往里面。前一天的油。好吃，这不是我妈做的。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这不是我妈做的。做太好了是吗？不是一个味儿，它可能放糖了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们那儿不放糖。这个不是我妈妈做的。所以你现在是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，说这个一定不是我妈做的。其实这俩我都有把握，那就选这个吧，这个一定不是我妈妈做的。那你这样，既然你不是的，你选的这么肯定，你一会儿让妈妈开心一下，你觉得哪个一定是她做的？一定是我妈妈做的。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不入味儿。你现在答案确定了吗？你还想再考虑吗？麻婆豆腐，麻婆豆腐是我妈妈做的。她目前给出的答案是麻婆豆腐是真正的迪妈做的。哦，搅团一定不是迪妈做的。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不考虑了。好，现在烦请做搅团的这位迪妈走下台阶，站到杨迪的身后。杨迪，你就说，妈妈不是你吧？我不会一来就把妈妈淘汰了吧？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能吃出来。请喊出我们的口号来。妈妈不是你吧。Colin。 太厉害了，果然这个有刀工的，一看就是有刀工。没有，你这个腊肉本来上一个就是这么切的。麻婆豆腐杨迪非常之肯定，阿姨这道菜是你做的。不是啊，当当当！这个复刻的太厉害了。我们先来讲这个麻婆豆腐出自，哎呦，我们的小魏，来来来，给我们总结一下你的这个复刻的要点。非常非常难。你要让花椒玩自己的，豆腐玩他自己的，油在的玩他自己。锅刷锅里。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终于有人把我妈妈做菜的精髓给讲明白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自废武功。调料和食材各玩各的。对。那接下来还是这个，你觉得哪个是阿姨做的？儿子，
难题来了。我觉得还是酥肉坨坨是他做的。酥肉坨坨这位大厨，嗨。遇上你是我的缘。来，最后这个被杨迪称为是大厨做的，来自于我们迪妈本人。哇，翻车！你不鼓掌吗？我鼓掌，我的情绪应该是鼓掌。而且妈妈，你知道你做的那东西叫焦糖吗？不知道。你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是还是按照原来的手法做的？对呀。那你为什么核桃不弄碎，故意的？不是，那个是因为我们先尝了一下嘛，我觉得那里有个瘸不好看，糊了点黑桃上去。尝了味儿，然后摆盘，我真是不知道。我觉不觉得你从小到大妈妈给你做的饭都在逗你玩，今天才是拿出真正的本事。何必如此呢？我这为什么我在家的时候不好？用心良苦。